点赞和订阅按一下哟。大家好，嘿，基尼达基尼，今天呢家家我们要和黑基尼新民江一的说话手机一起玩脑，那么现在就开始吧，嘎嘎。箱子里首先有说明书、硬币贴纸、饮料贴纸、卡通面板、饮料罐、硬币，还有什么呢？家家还有会说话的售货机哦。基尼，上课迟到了，快点过来。家家，对不起，我来的晚了。妈妈，我们上学去喽。好好的听老师的话哟，也要好好吃饭，路上小心哦。知道了，我们去上学喽。上学真的好累哦，那基尼基尼和江一江一上学去了，要帮他们打扫房间，再做点零食给他们吃吧。哎呦，灰尘。好了，那现在还要做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周末基尼和江一江一把零食都吃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不行了，去超市买点东西吧。家里是有很多好吃的东西的，浣熊爸爸超市，欢迎光临，来多多买好吃的吧。哦，客人来了，欢迎光临。啊，浣熊爸爸您好，今天我来买基尼基尼和江一江一的好吃的零食。孩子们吃的不少呢，今天有很多好的商品，请您随便挑哦。好的，谢谢您。哇，是真的，比上次好吃的更多了。那么先买一块大面包早上吃的。哇，买面包有活动哦，那就买两块吧。哦，做菜用的香肠来一个。哦，一个不够，两个吧。现在差不多了。你选的很多嘛，东西都选好了吗？好，我觉得这样就够了。那算一下哟，把东西一个一个拿上来。好的。好了。55块，我要刷卡。收到您的卡，谢谢光临浣熊爸爸超市，下次准备更好的东西，欢迎您再来哟。谢谢浣熊爸爸，下次再见哦。娜娜，我要把在超市买的东西放在冰箱里了。首先把面包放在碟子上面，香肠、华夫饼、冷冻里，披萨饼也放在冷冻里，饮料呢，放在饮料箱里吧。哇，冰箱里装满了好吃的东西了，基尼妈妈现在心满意足了。等一下，这样放着的话，基尼基尼和江一江一肯定会都喝完，怎么能让他们少喝点呢？对啦，有好主意，饮料收获的车来吧。哇，太棒了！先把饮料放在这里，谁做好事把5块钱给谁用，让他们用硬币买饮料喝哟。那么现在把饮料都拿出来，放在饮料收货机里头。
我就知道你们爱喝饮料，你们一天不是能喝十瓶饮料吗？所以下次开始呢，每次要做好事给你们5块钱呢，你们就用那5块钱买饮料喝油，但是呢每天有限制。哦，那么我呢，现在呢我要去把外面的细菌都干净的洗掉，要去洗手间洗手了。我呢跟哥哥去看看他洗的怎么样，然后我也要洗干净哦。那么把准备好的披萨饼放下来。打工妈妈，你看我的手洗得干干净净喽。对的妈妈，我也洗得干干净净了。哦吼，我没让你们洗手自己就洗了，肯定有理由吧。做了好事就给5块钱，可以了吧？哇，好开心，我喜欢的披萨饼和饮料今天都能吃了，谢谢妈妈。那么我就熊熊熊熊，我来看看，有橙汁、可乐还有雪碧有。那么我就要喝可乐好了。放硬币，按可乐。哇，是真的可乐哟。家人，我开动了。啊，我的还没好呢。我呢看起来都好喝呢，我该选什么呢？雪碧、可乐、橙汁。好的，今天喝雪碧吧。放硬币，按一下雪碧哦。哇 ，wonderful！ 雪碧，雪碧，好凉好凉，饮料真的很凉哦。我来尝一尝喽。哇哇，真的好凉快。凉快的饮料吧，来一个可乐酥。